晕了！我天哪，刚刚跑太厉害了。没有，他是蹲到那儿，猛地往起一站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要吓死我了！哎呦，没事，别紧张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吓死我了，小光！好了，被哥全刮了下去。吓死我了！演技有提高呀！没事，吓死我了你！吓死我了！把我摔的，我也吓一跳，好吗？缓一会儿！哎呀，我靠，眼泪都快出来了！没事，哎呀，你真的吓死我了！没事，你现在人就倒了，我车还没倒呢。我还以为是绊了一下，然后一看，看他是蹲着呢。晕的，那我怎么人倒了呢？没事。不是他刚刚跑来跑去跑的太多了，怎么跑的？蹲的时间长，一蹲猛地往起一站，吓死我了！我车还没到。为啥呀？我觉得人车还没倒呢，人怎么倒了？什么小问题？你是为了增加剧情吗？不是，我是看下面那个 A 站呢，我一站起来，哎，怎么黑了？这么黑，我因为石头绊了一下。没事，哎呀，把你吓的。我怎么人倒了呢？妈呀！没事，哎呦！哎呀！咱今天这个温泉迪士尼有点精彩。没事，接着拍。这个你能搬动吗？一二，我们三个一起搬，这个三个人。我这脚，滚！辛苦了，老婆，咱俩一起吧，一起好一点。别在那边，你别等下，你要晕倒了，你可是主力军。这个演技还行吧？去了吗？去完老郭吃八个鸡腿，四碗米饭。我就在想，咱们今天还能到那个温泉吗？估计到不了了吧。狗贼，我的屎都快累出来了，还能到温泉吗？好，别打死，直上。好，再往后倒。别上了。好，倒。走，好，直到。方向。屁股要往右甩。再来一点点，往右一点点。再甩，往右，屁股往右。没有。可以的，来，倒，接着倒，可以，再来一点，再倒点，进，哎呀，愁死了！其实这个距离够，就是这个底盘太低了。你往上它蹭底盘，你往下它也蹭底盘，你就在中间这边一点点小地方倒来倒去。必须得把它转过来，靠人力，靠王东东。我现在很愁，这个沙地我怕推不动，给轮子垫个石头，防止它溜车。靠，王东东给打砸了，今天。前车先拖走，稍等一下，老郭过来一块推。好，什么？哇，还可以推动！我去，不行！一二，来，一二，
不行，这上一二，加油！拉不动啊。嗯。来，来，一二，加油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哎，撑不了了，不行不行，等一下，我把这里要把它刨一下，这里也动一下。你把三个轮子下面都刨一下。对呀、啊，先把这儿弄。还有这个坑，还有这个，对。对你后轮其实挺费劲的。来，来，等我把劲儿攒足了一块儿，要不然你们仨，哎，知道为啥不想在这儿脱钩退车了吧？因为太难了，不是非铺装路，太难退车了。好，来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我看你小轮儿，小轮儿红的吗？啊！操！小轮不行，小轮一会儿上山了。小轮，你把前面弄一下。哎，你的这个脱困板呢，往上一垫不就行了吗？脱困板是增加摩擦力的。这儿整了一个木板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嗯，这是咱们最大的一次挑战吧？一二三，你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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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好了，一二三，一二，等等等等，还行，怎么？行，不动不动不动，还再刷一次。再铲一次，那边还高。娘西皮！我来帮你铲，你弄，你存会儿力。不是，你上面存会儿力，等一下用力的大力气是你。我没有大力气，知道吗？哇，累瘫了。最大的压力不在前面，这个轮只要过去，现在主要是这儿，这个轮子要转过去，它就掉不过。对的，真的变天了。等一下，我再下来冰雹退车的话，我今天真的是力竭。好了吧，来，第 N 次推车，来，一二，等一下，来，一二三，走。哎呀，过来了，加油，加油，一二三，走。哎，我去。这个轮子，这个轮子，哦，往后溜了，差点掉下去了。要是车一直在扭，然后那个轮子没有换位置。对。可以挂车了吧？这样。差一点。我说，差一点又得溜啊，故意赔车了。好，到来知道。啊，不行，再厚一点点，再厚一点点，厚一点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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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好吧，终于给挂上了。一二三，加油，把车停好，然后开始整王弄弄他们车。你往前走，往边靠，然后开始整王弄弄的。哎呀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，终于把头朝那边变成了头朝这边。看那个石头吧，这个大石头比较可怕。高，你们的底盘比我们的底盘高。嗯，高很多。好，甩屁股，甩屁股。甩。
跟咱一个套路。石头没事，石头远着呢。到到，可以可以，你们底盘高。哎呦哎呦，空转了轮胎。在地上趴着呢，等一会儿他研究一下。我也知道，往后。对对对，往后可以。往左打，不行不行，不能拖，往左打，方向上，可以的可以的，走。刨平，啊，刹车拉了啊，拉，啊，这个轮子一支，那这个轮子会往下下，对吧？我要往下下，然后就这个轮子转。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坡呀。坡没问题。来试一下。来来来，试，这就是拖把最怕遇到的路况，很窄的路。飞坡绕路还得掉头，有点怕呀，压力太大。现在是转不过去了，前面的转弯半径它不够了，要够的话还得上坡了。先往前，直到转推不动。来，第 N 次。
又往前推了一点了，太大货了，快不行了。啊。三个女的，到，等你，停，啊，完美。这个女，终于可以走了。不是，累炸了，你知道累炸是啥意思吗？看。风吹的我回去温泉不去了，还惦记温泉嘞，当然惦记啊，回一公里都没有，我还以为有两三公里，一公里都没有，快三个小时，把我的比基尼都给我带了。